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20到200当中的正整数啊，所有7的倍数的和是多少？好，那7的倍数呢，我叫做 7K， 其中 K 是整数的。那 7K 呢，它是介于多少呢？200到什么？到20之间嘛。那我们来看 K 介于呢两个整数之间，7分之200，啊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7分之20，这个多少？7/2是4嘛，7分之6，这多少？7/2是4，这是200啊，除以7嘛，7/2是4，60。7/8 56，28又7分之4，因为 K 是整数嘛，所以它 K 哈，它是小于等于28，它大于等于多少？大于等于3呢。好，那现在要把这些数全部把它加起来，所以呢，全部的和是多少呢 ？K 从什么？从3到28。啊 ，7K 嘛 ，7K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，7我可以把它抽出来。哦，7抽出来以后哈，这就是3+4+5嘛，一直加多少？加到28。哦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 K 等于3到28 K。那可以从3开始，3、4、5一直到28，那这个是一个等差嘛，所以呢等差哈，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，上底是3乘以下底28，乘以多少？高就是项数了，项数总共28减3加1嘛，前后都有算，就是28减2了，减3加1，这是26。它除以多少？除以这个2，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2。好，那这个多少？这是3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是7乘以3乘以28，乘以多少？7乘以3乘以28。再乘以13，这样等于多少？7/6 = 4。我那边算错了。是上底加下底，不是乘。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它除以2。所以应该多少？应该是7乘以括号3+28。括号，再乘以13，这样等于多少？2821，所以答案是2821啊。